天然气为什么会爆炸？天然气作为可燃物，只要存在有氧气等助燃物质和火源，就能燃烧，甚至发生火灾爆炸。那么天然气为什么会爆炸呢？天然气爆炸主要原因为天然气泄漏引发，发现天然气泄漏时，要第一时间切断泄漏源，立即通风置换。现场不得启动非防爆电器设备和使用非防爆工具，禁止一切可能产生静电的行为，严格管控点火源。如果女士穿着高跟鞋，注意走动步幅不要过大，因为高跟鞋的金属鞋跟可能会和地面摩擦形成火星。如果身着化纤衣物，做各种动作时一定要轻柔，因为化纤会引起摩擦，从而引起火花。避免开关电器，以防引起爆炸。